友，他们呢是夫妻，他们呢因为这一首歌恋爱，然后呢他老婆都常常唱这一首歌给他老公听，我觉得好幸福哦。然后呢也认识到这一首歌，觉得很美。那刚好呢，我们礼拜几去左营的那个万年祭？礼拜四我们去高雄表演哈。那刚好呢，那个在莲斯坦湖畔，哇，好漂亮，就演奏了这一首歌，真的非常的美。我想呢，在现在我们也提供点心，让大家一边用点餐，一边来听听看这个浪漫的夜曲。大家不用掌声，好不好？大家慢慢品尝一下，我来为大家的演奏。那现在大家吃的蛋糕呢，是我们三杰行哦，就是这一间提供的，我们感谢他哈。那我们带来这首《香港恋曲》，谢谢。好，那不用掌声，好，那不用掌声，哎。谢谢香港恋情哈，好。
啊 ，very good。对，非常的好。我们这一位呢，香港来的朋友哈，可以跟大家挥个手，潘小姐哈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哎，她常常呢，有时候住香港，有时候就住安平那边哈。我就在安平表演认识她的，结善缘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等一下表演完的时候呢，这些花要送给现场的朋友，尤其我们的好邻居，很厉害哦。他去年种的草花，今年还活着，好，而且还生小孩啊。那另外呢？帮我拿两双袜子一下好不好？拿两双袜子。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好邻居江先生住在后面的，江先生在哪里？跟大家挥个手一下。好，在电线杆这边哈，他很低调哈，很低调。他以前在做出口的，然后家里面呢放了最好的袜子。哇，那个袜子不是要穿的，是圣诞节要布置的啊。哎，这个外面已经买不到了哈。那材质这个很好的，不是像现在的材质，那等有三四百份，是等一下一个人拿一个回去准备布置圣诞节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就是有这样哈，结善缘，所以呢，很多好康的都在这里，也让呢这边的这个周遭慢慢的活络起来哈。好，那另外呢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也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是如果您的机车坏掉了我们右手边转角这个阿雄机车店，他是全台南第一名的他修理到12点，是本来是修理到1点哈，他因为他一样跟我年纪差不多，最近又他不好，所以现在是修到12点，已经很晚了。然后呢，收费公道哈，如果大家机车坏掉，我觉得你可以去那边哈，左边这边也有一家也不错，左边这边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让我的另外一个学生来演，我去化妆姐，刚好哈，化妆姐，我快点再来演奏 MC。那另外呢，等一下，我改内功。今天的节目不是这样子而已，9点多的时候各登机位哦。哎，比如来这边，比如登机位行进来哈。所以快点去搞破坏，其实我们要来邀请陈先生。哎，陈先生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因为他嫁女儿的时候哈。你来到我耳上，是讲就是耳机条哦，来刷多牛免输给，快点让伊来演奏好不好？啊，我来去坐桥礼拜哈，快点你准备，你无压骨头来哦。啊，够有法度，慢慢好好，没关系，看我演奏好了哈，好谢谢。好，掌声让他真的很有心，嫁女儿耳乐器吹给女儿听啊。好，那听在哪里？我们邀请听。他现在也从5岁学到现在很厉害了，他要来为大家吹奏一首 Kenny G 的最难的歌，这首歌连我也不会了哈。好，那为大家吹奏这首歌呢，叫做这个哈瓦那有5分钟，大家静静的听。你要跟大家礼貌，跟大家问候一下，好不好？也祝我们7周年快乐。我去化妆，剩下节目交给你哈，不可以冷场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迎他一下。现场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做 Tim， 那现在我要来为大家演奏一首英文歌曲，先给大家听，谢谢。
呢也练了两三天哈，最近又加强，其实他本来会啊，后来呢又忘记了哈。好，那我没有看到 NG 啊？有，有吗？有。好，这个第一次台上表演挂 NG 哈，他为了大家，为了七周年庆哈，这个聊了你们哦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明年八周年，我再想想看，搞不好男扮女装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就来为大家演奏这一首 NG 哈。那这是一首歌是黄开诚所唱的，那但是呢，好像市面上很少听到。那演奏的曲式呢，连高雄爱河的听众都非常非常的喜爱，所以今天呢，有很多高雄的朋友来，我们特别欢迎他们来。高雄的朋友跟大家挥个手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在中间啊，还有在后面那边啊，尤其在中间这边跟大家挥个手啊。他的呢一位阿妈妈阿嬷哈，86岁了，他每一场呢都到黄金爱河，高雄的黄金爱河听我表演。那阿嬷本来身体不好的，后来呢，为了听音乐，嚯，几位那哇用哎，转哎，时间到，快点去听，时间到，快去听哈。好，那今天因为路途比较遥远，阿嬷没有来哈。不过今天也看到很多很多亲众的长辈，沈奶奶哈，啊，沈爷爷，还有很多长辈，非常的欢迎您。赶快，这首歌呢，我们也特别把歌词找在上面，特别你看看上面就有我抹上去的口红哦。那这个呢？影片呢制作非常的耗费时间啊，还好呢，在去年呢我们6周年双十节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义工蔡小姐哈，就现在在拍照这位，她帮我们用了这么多的荧幕，我们掌声谢谢她好不好？熬夜的到天亮哈，那我们赶快来听这一首，我先演奏一小段哈，然后来掌声鼓励 NG。你挂起来，亲像彩霞飞进你的嘴。你看到我目睭紧紧看着你，面肉红红，从头划过去啊！
酒，若像阮做无主也无味，平时我对你渐渐无情意，只是一切当作是关系。大家写得很好哈，温柔就是幸福的 NG 哈，就是只要呢这个温柔的话 ，NG 的 member 哈，安仔哈，好，谢谢大家哈，哎，快点加咱的 video 密码嘞，那无过来查一下，其他玩家是不是啊？好，无啦，系话咱 video 密码加好给大家一下，就来掌声，好欢迎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一下曲目哈。今天曲目蛮多的，是恐怕会演奏不完。刚刚呢 ，NG 演奏完，你看嘛，演奏完的，好，好，那大家想听哪一首呢？我爱的泪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就用这样子啊。这边看到一位我们三杰喊老板娘，好，老板娘，给大家一起去拍婆阿姐，老板娘。你拿属于打太平哈，铜坏掉来找他，好铜，他们是专门做铜的哦，所以这些呢高特器呢都会用到。那另外哎，大姐你不要打不快流哈，哎这边我们文化中心的乐迷啦哈，阿姨好像漂亮，哎是是是，好欢迎欢迎，好几年没看到你。那我们来演奏第一首《爱的泪珠》啊，第二首有没有点歌的哪一首？小朋友点歌，哦，他是我的小学生，他要演奏，等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赶快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先带来这首《爱的泪珠》，谢谢。
赶快呢，我想时间到快九点了，我们也来一首比较嗨热情的歌曲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呢，在一首歌之后呢，准备来咱迄个庙吼，打电话来讲，因迄个桥已经出发伫半路要到啊，是啊，所以搁一首歌了哈，我就你等一下最后演奏好不好？今天呢有准备了一个，伊已经来插队啊，本来，所以你无演奏袂使哈，好，我蛮怕被迄小朋友安尼吼，那么不要脸，一直要来表演。啊，其实这样是好啦，哈，这样是好。那赶快呢，我最近改编了一首刘文正的歌，哈。那刘文正他很帅，我没有他帅啦。但是呢，其实这几年因为吹萨克斯风的关系，怎么老天爷就让我越来越帅，我没办法哈。然后呢，爱人一大堆，爱人一大堆。所以等一下我来演奏这个叫一首歌叫《爱人》，然后来我们赶快来听这首《太阳一样》，好不好？《太阳一样》来，哎，一起打个节拍哈，这首歌热情哦，哈，热情。啦啦啦啦，上太阳，爱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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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拿一盆，这个最主要就是说也鼓励绿化了，因为呢，
我这两年表演哈，有一个诉求，就是我们要学习新加坡多种树，所以呢，我自己种了这一棵樟树跟那一棵枫树哈。那不要小看种树很简单，每一年要有空就要修剪哈。那它就会有没有漂亮啊？有啊，哎，灯打一下漂亮哈。好，这个灯光师温达打一下，好不好？二号灯亮一下。那接下来我们叫到路口，再来迎接他的新人来哈，这有位灯女来啊哈，来来，看看我画起来啊，看起来。然后这边的朋友站起来，啊，后面的朋友坐下，不然后面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哈。好，丢这个来，我丢这个来，所以哈，这个爱情歌哇，过来那交通指挥。
好，阿那不然不啊，伊是干呐，伊听讲伊做好跳舞的啊，我好喜欢跳舞。所以吼，咱欢迎起笑起来，带来这一首《疯狂的世界》，好不好？《疯狂的世界》啊，西装刮起来，香姐香姐跳的哈，香姐跳的来，《疯狂的世界》，欢迎跳起来，不姐，中间的朋友坐下来，中间跨河哈，中间跨河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也热情一下，我们时间尽量控制在9:15结束，好不好？因为明天有一些人要上班哈，好。好，两天两差点多啊，拍谁啊？来，热情掌声，掌声鼓励，疯狂世界。好，这是我同事，恭喜他，拍一下，摇滚乐哦，摇滚乐。他先走了，等一下我来演奏几首歌，我们就带来这首《因为爱人很多》哈，送给我们的爱人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鼓励，这首歌好听呐，哈，好听，来。
大家也可以像我这边来这边拍照拍照一下哈，小心不要刮到就好了哈。这个爱人，我是外爱人的情谊哈，的情谊。好，今晚和小朋友表演一下，好不好？哈，好啊，很感谢呢，在2016年呢，我们今年大大小小的公益表演大概有100场有哈，我算一算，很感谢我们的义工在今年呢一起打拼啊，然后让我们台南很多比较没有音乐的地方哈，抱起了一点音乐火花哈，那我想呢，在明年呢，在春天开始，我会到更多地方去做演奏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预计呢到9:15哈，因为明天有上班的。那这个文哥跟大家问候一下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哎，他现在就读文显国小几年级？一年级。好，阿李今天要为大家演奏哪一首歌？基隆三字，我唱片内底上好听啊，快点要上唱片哦哈！好，赶快呢，我们来听听。那待会呢，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送给邻居分享的，要记得提醒我一下哈。哦，有 CD， 好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再来这一首《基隆三字》耶！好，一起打打节拍，好不好？打打节拍呗。好，小朋友，你看看艺高人长大啊，然后呢，上台表演一点都不会怕，好，一点都不会怕。好，等一下看看能跟老师一样到台下去演奏哦，好不好？给小朋友好不好？好，小朋友可以拿气球哈，要带回家啊，小心哦，会飞到天上去哦，好。好，好，小朋友到两边演奏一下，看一下，开始。哎，加油，认真专心。演奏给阿妈听好。好邻居，好邻居，慢慢。
自己知道佛告菩萨阿嬷这边，跟阿嬷握手握手，旁边都握手，这个人也是阿嬷啊，他旁边也握手，快争取时间，好，哎阿伯阿伯，好啊，好，谢谢你们哦，好，谢谢你们，好，哎阿嬷好，好。现在我们那个赶快轮到我们再到舞台上面。那另外呢，我今天有特别准备了一块木板哈，这块木板是漂流木，在阿里山捡到的，很漂亮。那我希望呢，那个板子拿过来一下，等一下有空大家过去签名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要放在工作室哈，做七周年庆，晚一点呢会拿去给雕刻师画雕一个七周，这边不要签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三级行来，老板签一下哈，赶快比，让大家签，把它签满，好不好？签满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放在工作室上面。那现在哇，谢谢阿嬷哈，谢谢阿嬷，我们赶快到台上来。现在呢要来送 CD 哦，怎么送呢？只要小朋友，我们送他 CD 一张来，小朋友赶快排队，好不好？小朋友才有哈，小朋友排队，一个人一张 CD， 没有拿到就没有了哈。小朋友一个人一张哈，因为呢现在都剩一个而已哈，所以 CD 给他的话，爸爸妈妈就会听到啊。好，好来我来，我们来一个人拿一张，然后就从这边走哈，赶快。可以的哈，那我们下一首歌呢，晚安曲哈，请大家一起来大合唱哈，一个人拿一张。好 ，CD 没有送到的，我们再送你小气球哈，只有小朋友才可以拿，几岁以下叫小朋友呢？12岁以下哦，身份证拿出来哈。12岁以下才有小，才可以拿哦哈，一个人一张，因为现在都剩一个。小朋友拿回去家里面一起听，好，好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哈。好，我现在呢准备一下晚安曲哈，因为呢今天是礼拜天，明天很多朋友要上班。小朋友来，来，好，等一下送，打开门。好，拿到气球的吧台上面，晚安曲就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送完之后，要一起来互道晚安哈。好，互道晚安。那我们谢谢吴大哥，哇，有送的这个不一样的气球，这是我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球呢？小球，哇，很特别的哦，哈，哎，可以过来拿哈。
右手借我一下，右手借我一下，我们一起挥挥手，好不好？一起挥挥手。在最后呢，在最后呢，我们一起先营造一个温馨的夜晚。今天感谢有我们好邻居，还有来自学城的好义工，不分你和我。好，一起来挥挥手，先挥挥手来，好，大家一起跟着曲目这边的歌词一起来唱。表演的很漂亮的海报，有没有人要啊？来，可以放在家里面，可以辟邪哦。好，那海报在这边哈，文化中心的最漂亮600场的海报啊，大家呢可以帮忙保存。改天我怕表，我也出名哈，你可以再拿出到网站拍卖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好邻居哈，感谢您，我们明年8周年再见哦，明年再加油哦，也谢谢我们台上最辛苦的团员义工，谢谢大家，7周年成功，谢谢，好，感谢那位好邻居哈，叶大哥大嫂，阿哥丹三姐好，江先生，江大哥，谢谢。还有呢，来自我们现场的朋友哈，还有那个我们的老板娘，握个手一下，握个手一下，感谢你，哎，我会看到你哎，谢谢你，改天再到你的故地地区，哎呦，那个风景好漂亮，再去喝茶，跟你拜访一下，我再带上师兄去那边演奏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到里面坐坐，里面还有一些点心哈，还有一些点心。有空的朋友，我们坐坐义工，这个椅子呢15张一叠哈，帮他叠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很快的把道路赶快畅通一下。把老差点跟出名给大家哈，再麻烦包涵一下，感谢您的包容，让我们的社区越来越美。谢谢大家，再见哦，好，拜拜。有空到里面走哈，还有我们的好同学哈，好同学。好，带回去送好好，还有没有朋友来？好，今天准备很多草花哈，让大家布置一下家里面，大大小小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个开车、走路、骑摩托车的朋友哈，骑慢一点哦哈。好，小朋友再见哈，长辈朋友平安健康哈，平安健康。有空的朋友，明天不用上班，继续在里面哈，我玩一点演奏哈，玩一点演奏。好，还有这个，好，那个要拍照可以跟我拍照哈，过来拍照一下。零点拿过来，我帮你签。好，来合上，来，要没有？